我是曾淑英，是汉族，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玉县剪纸的国家级传承人。玉县剪纸是彩色点染刻纸，艺术风格呢很独特，色彩亮丽，刀工细腻。玉县剪纸呢是非常复杂，就从设计到完成总共是20多个工序，设计、刻字、染色分三大部分，一环扣一环。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剪纸，但是能做出大文章来。春节的时候，家家户户是必须要贴窗花的，就是表达我们对新的一年的这种祝福。8月15要回家贴一下团圆的窗花图案，这些图案呢都是一些团圆之类的这种题材，为这个8月15这种团圆的这种节日增加一种祝福，表达我们对家庭的重视、热爱、责任。老人过寿的时候，必须要贴寿纸，比方说这个寿桃了、仙鹤了、松树哈，中国传统的这种牡丹，这些代表着多福多甜多寿。我们在这个剪纸形式上又有了一些创新，我们把少数民族的美丽的服饰还有塞外风景融入我们的玉县剪纸，各个民族相互学习，我们的祖祖辈辈的一直把这种剪纸的技艺传承下来，走到我们这一代玉县剪纸技艺有一种情感，一种美好的向往。我们要守住剪纸技艺，把它很好的传承下去。Thank you.